作为演员朱一龙老师的粉丝群体，一直以来小笼包们都以朱一龙老师本人为榜样，不仅被朱老师饰演的人物角色感染，更是将朱老师谦和踏实的作风化为己用，服散至生活中，像朱老师那样认真诚恳，自强自立，对他人保有为人之根本知底线的尊重。然而就在昨天8月6日，一则来自朱老师全球粉丝后援会痛陈公告令所有的小笼包为之震动。一直以来朱老师所在的剧组频繁受到私生饭的干扰，就在昨日屡劝不止的私生饭追思行为愈发猖狂，甚至干涉到了剧组的拍摄秩序，某些行为甚至严重影响了朱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。对此作为一名普通的小笼包，仅做出以下陈词声明，我们强烈谴责并且共同抵制私生行为，对于私生饭的一切追思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将车别停、蹲守酒店、购买黄牛信息，我们表示深恶痛绝和强烈谴责。私生饭根本不是将朱老师作为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对象，而是将他视作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光环乃至牟利的工具，这是对演员的不负责，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朱老师的关切与温柔给的是真心喜爱他的人，而追思不是爱，私生饭已不配得到这份温柔。对于一切上升演员本人乃至影响演员正常工作的私生行为，我们严正监督，共同说不。一直以来朱老师都身体力行地向小笼包们贯彻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，其中就包含了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，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底线。追思行为不仅影响到艺人，更是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全，对此全体小笼包严正说不。昨日之前也许小笼包们各司其职，彼此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但是经过了昨天，我们选择站到一起，为我们心中共同的底线发声。全体小笼包的底线有且只有一个，这条底线叫做朱一龙老师和他为之打拼奋斗的理想，任何以个人私欲干涉到演员本人的追思行为，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刻只有一个立场，坚决抵制私生饭，共同用理性的态度守护朱老师和他的理想。十年严兵难凉热血，过往的路得之无幸，就算错过亦不会感伤，因为今后